齋靠微信傳情，吳啟華恨翻長春臭女。同个女相隔两地嘅吴启华，平时斋靠微信传情，对个女心挂挂嘅佢，本来就谂住完剧即刻翻长春探女噶啦，但系就话个女仲忙过佢，要喺香港歇下先。好忙噶，翻学由朝到晚，跟住又翻嚟，放学翻嚟又要去学呢样嗰样啊，要补习啊，好多好忙，忙完一日，当然要瞓觉，瞓觉第二朝又一早要起身咁。就算我翻去都未有时，未必有时间见到佢。有冇投诉你啊？冇喎，佢好開心，好中意翻學，咁啊同啲同學關係又好好，咁佢開心就得啦，最緊要。我哋都成日有微信聯絡。